什么药引？是我臂膀上一块肉。天下，马雪云，你疯了吗？哪有往药汤里加人肉的？王妃，你有所不知，这天下匪夷所思的药引子多了去了。10年前我朝大将出征柔然，但中途突然病倒了，药势罔效，奄奄一息。 却有位神医取一抔黄土作为药引子，治好了他的顽疾，大家都觉得奇怪，这黄土怎么能治病呢？原来它就是得了思乡之病，这黄土啊，刚好对症。同理，这人肉作引，听起来是不可思议，但也是药典上有记载的。雪玉，让我看看你的手臂。我没事儿。你怎么能这么傻？ 那只是传说啊！只要是为了殿下，哪怕再荒谬的传说，我也想试试看。雪云，最近苦了你了。只要有殿下这句话，雪云做什么都心甘情愿。为什么伤害自己？真是太傻了。殿下，雪云只想让你快点好起来。 放心，我不会辜负你的。你说世上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女人呢？她是不是疯了呀？挖自己臂膀上的肉下药，亏荣止还觉得感动，要我都觉得害怕。这种爱情多吓人啊！万一有一天因爱生恨了呢？哦，你今天吃她一口肉，她下回断你肠子。哼，你笑什么？我你笑什么？我很认真，我没有开玩笑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手怎么了？王妃，请放心，这是奴自己弄伤的，无碍的。你不用担心。我看看。怎么回事？王妃，既然你不说，那我自己看了。 殿下，你应该好好休息，先不要忙政务，事情总是忙不完的。王妃，你这样突然闯入，岂不是太莽撞了？婉儿，你来说。这丫头是，她是太后赐给殿下的婢女。 但是马侧妃看了以后非常喜欢她，便把她留在身边，现在在芳草阁伺候。殿下，我瞧这丫头温顺可人，做事又特别机灵，才把她带走的。你不会介意吧？只是个丫头而已，雪云喜欢就好。楚玉，你来这里，就是为了告诉我她把这个丫头带走？就算她是一个卑贱的丫头，但她也是活生生的人。 马雪云为了一己私欲，竟然割下她手臂上的肉，用来成全自己为殿下牺牲的美名，你太残忍了吧！难道婢女的性命，在你眼里这样不值钱吗？雪云，这怎么回事？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这位温柔可亲的马侧妃，割掉婢女身上的肉，用来代替自己的做药引，这样你才会更加感激她，更爱她。 婉儿手臂上的肉就是证据。雪云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王妃，你血口喷人，我们侧妃手上是有伤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马雪云身上的伤是假的吧？把纱布揭开，不就看得一清二楚了？王妃，这些都是婉儿告诉你的吗？是啊，主子。 这是刚刚包扎好的呀，我没事。雪云，王妃，现在满意了吧？
怎么可能？殿下，奴没有撒谎，昨天夜里，祖妃命令奴割下奴手臂的一块肉，其实为了殿下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被宰相责备太有如此打算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探听了主子的打算，故意假惺惺的割掉自个儿身上一块肉，再到殿下面前诬告，以为是主子抢了你的功劳，是不是？主子对殿下一片痴心，才可舍身做药引，你不但不怜悯主子对殿下的一片苦心，竟还想将功劳全部揽到自己身上，无耻的丫头！不，没有，奴没有，奴真的没有，王妃，奴所说句句属实，绝无半点虚言啊！ 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主子手臂上的伤又是从何而来？儿不知，真的不知道。我相信婉儿不会犯下弥天大谎，这样太容易被拆穿了。荣芷，你是聪明人，你应该明白到底是谁在混淆视听。的确容易被拆穿，一般人不会去做。但他就是笃定了这一点，才想冒险一次。殿下要是信了。 他可就成了一身委屈的功臣，麻雀变成了凤凰，怪就怪他太想上位，迫不及待的想要挑拨我跟殿下的关系，失了分寸。怎知我跟殿下情深，怎么会被这三言两语给挑拨？婉儿陷害侧妃，以下犯上，本来应该按照规矩杖杀，念及初犯，看在太后的面子上，杖二十，遣回宫中。不，不，殿下，儿不能。 如果就这样回去，会被活活打死的！殿下饶命啊！救命啊！婉儿没有撒谎。荣芷，你怎么能这样是非不分、黑白不明？这件事情明明另有蹊跷。王妃，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？你宁愿相信一个卑贱婢女的话，都不相信我的话？婉儿一个奴婢，自然是没有胆量去污蔑主子的。 但是，若有人为他撑腰呢？如果那个人给了他足够的好处啊，他自然敢铤而走险了。所以你是想说，是我教唆那个丫头，故意让他说谎，来破坏马雪云的牺牲了？奴不敢。不过这世上妒妇多的是，不愿眼睁睁看着殿下与主子情色和谐，每时每刻都在挑拨离间。<笑> 青月，够了！哼，马雪云，什么时候你的婢女都敢对我出言不逊了？碧玺，你怎可诬陷王妃？掌嘴！够了！ 你家主子心地善良，叫你自打耳光，倒叫我不好说话了。不过机会只有一次，再叫我听见你出言不逊，就割你舌头，听懂了吗？是。荣芷，这是你的王府，随你怎么办。我们走。 哼， 殿下。 谢谢你信任我，只是这样一来，让你跟王妃的嫌隙更深了。雪云，答应我，以后不要再做伤人伤己的事情了。若是我的健康需要你的血肉来换的话，我宁愿死。好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以后不管发生什么。 我都会站在你旁边。嘿，王妃这是怎么了？谁又惹你不高兴了？你去问荣芷，看她都干了什么。殿下，殿下不是正病着呢吗？马雪云，明明是她逼婉儿割肉当药引的，荣芷都看见了还不承认，还非说婉儿撒谎。 然后重罚了二十大板，赶出府里了，这公平吗？
兴许有什么误会。那有什么误会，婉儿真要撒谎会想出这样的昏招吗？这马侧妃出身高贵，殿下看中她偏袒她也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你又何必为她这样生气？切，亏我还以为她……她怎么？兰若，我说你一句你就要挤兑我一句是吧？王妃，你应该好好的想一想，如今这样生气究竟是在为婉儿鸣不平，还是在吃殿下的醋啊？我主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啊？婉儿是冯太后身边的人，既可以打也可以骂，但就是赶不走的。但若是他犯了什么大错，那可就怨不得我了。那你也不用伤了自己吧。我让他挖肉给殿下做药引子，他拼命想着上位，自然是舍得的。但若是我把这功劳得了去，他肯定就不甘心了。整个摄政王府啊，只有刘楚玉能与我抗衡。我算定他一定会去找刘楚玉，他虽然聪明但是算计不足，还颇有一番古道热肠，再加上女儿家家那一点妒忌，他一定会去为婉儿出头的。所以你才在自己臂膀上又割了一块肉，如此一来那婉儿便是诚心诬陷，背后指使他的人自然就是心怀怨恨的摄政王妃了，这才是真正的一箭双雕啊。殿下看着我血淋淋的伤口，自然会有怜香惜玉的心思，加上病情未愈心情烦躁，当然是想息事宁人。可惜摄政王妃啊，性情刚烈，他们俩的性子是调不合的。主子，奴婢知道你一片苦心，可看这伤口，若是郎主知道了一定会心疼的，奴先替你上药吧。等等，你去给我拿盐来。盐？去呀。是主子，盐到了。主子，在伤口上撒盐简直人间酷刑，你到底……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如果用伤药伤口就会恢复，但如果用盐伤口就会变得更加恐怖。主子，这得有多疼啊，奴婢看着都疼得哆嗦。伤口严重有我心里疼吗？殿下看到这样会更加怜悯我的，更何况我要牢牢地记住这份疼，这全是刘楚玉送给我的。将军，前面就是安州地界了，咱们在此休息一晚上吧。属下知道您着急回平城，可是连夜赶路实在是……实在是什么？那干脆住个十七八天等大军护送。玉玉，明明知道属下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知道你担心我，大军行军缓慢，我急着回平城去。这里虽然是边境，却也是大魏境内，能有什么事？那好吧，今天在这里休息一晚，明天再继续赶路。去。啊，谢谢将军。老人家，有劳你了。将军太客气了，要不是你们赶走叛军，我们哪来的安生日子过呀？
我们得谢谢将军。客气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点银子。使不得。老人家，我要借住一个晚上，你要是不收钱，我立刻就走。这收下吧。快过来，来，快叫霍将军。霍将军，哎，我在集市上买了烤鸡，吃一个。谢谢。王泽，什么人这样大胆，竟敢在这里烧杀劫掠？对方步履整齐，行动迅速，是训练有素的士兵。我们此行的亲卫只有20人，根本无法抗衡。将军，你的安全要紧，请立即跟我离开。大局为重啊，将军。你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我如何向大家交代呢？我一直知道你想回平城见摄政王，您这一出去，很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。将军，我们能撑一阵子，请快跟着王副将从后门离开。务必给我们留出时间。是。将军，赶紧逃吧，你逃出去了，才能找人救咱们。走。奶奶，我怕。不怕，奶奶在。快走吧，将军，来不及了。我们只有两条腿，又怎么会跑得过那帮畜生？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追上了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只有一个办法。将军，20名亲卫宁死不降，最终没能问出霍玄的下落。我们把所有女人都带来了，请将军验过。不是，都不是。将军，镇上所有女人都在这里了。霍玄肯定没跑远。我要见人死，要见尸，继续给我搜。是。启禀将军，脚印到河边就消失了。我说找不见人，原来是沿着河流逃跑了。传我命令，沿着河流继续搜。谨遵将军号令。等等，将军请吩咐。这里地界你们不熟，去抓到村民来，务必把人给我追回来。是。将军，他们以为咱们跳河逃跑了，必定会知道河流安全，绝对没想到咱们会偷偷潜回。将军，只要原路返回，只要与大军会合，就一定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，替死去的百姓报仇。你去牵马来，尽快离开这里。是。将军，立刻回营调兵遣将，我会沿路给你留下信号。将军，你要干什么去啊？照我的吩咐去做，这是军令。将军，咱们好不容易逃出来的，现在回去等于功亏一篑啊。是。将军，将军，已经搜查这么久，始终不见人影，再这样大张旗鼓的搜查下去，会惊动安州守军的。蠢货，这么好的机会竟然让霍玄给跑了。
秦将军恕罪。说不准，是这个老家伙故意给我们带错了方向，把这些女人都给我宰了。不要！不要！什么人？你们要的人是我，又何必滥杀无辜？霍玄，把人全部放了，我跟你们走。还不赶紧下定决心，别等我改变主意来个鱼死网破，你可讨不到什么便宜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放人，但是你也得遵守诺言。霍将军，你不能啊。我现在就是把他们宰了，你也无可奈何呀。这里的女人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必定将你抽筋扒皮。你若不信，大可一试。好，你们受惊了，回去吧。走吧，快走。把他给我绑起来。哎，乱娘子，前面有胭脂水粉，咱们去瞧瞧吧。西域过来的胭脂水粉，来来来，女郎，随便看随便看，这下可都是从西域过来的胭脂水粉，随便看一看啊。乱娘子，有人一直跟着咱们，人家怀疑我是细作，致力于找到把柄，又怎么会放弃啊？可是殿下不是已经相信你了吗？殿下相信，未必他身边的走狗就会信。每回出门这人都跟着，这人好讨厌。他还总爱在殿下面前说你的坏话。好了，别说。齐阳君，有空说两句话吗？跟一个细作有什么好说的？你别以为你能瞒得了殿下就能瞒得了我，别做梦了。虽然我的过去已经向殿下坦白，但郎君始终不肯放心，所以我今天特地在此等候，希望可以慢慢把事情讲清楚。你想说什么？请。虽然你一直怀疑我，却始终对殿下一片忠心，我十分敬佩。我知道从前彼此误会太深，你一直心存芥蒂，并不指望能靠这一杯茶来化解恩怨。不过我希望郎君可以留一分颜面，至少别让殿下因你我二人的矛盾而忧心忡忡。请。齐豪，我一片好意，你竟然调戏我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殿下，殿下，他这，殿下，我的确出身卑贱，还屡次遭人嘲笑讥讽，可是旁人欺辱也就罢了，如今连殿下身边最亲近的人都看不起我，对我动手动脚，这康王府我是待不下去了。月儿，殿下，他这是挑拨离间，明明是他让我在这里饮茶。又摔碎了杯子，突然对我动手，简直是个疯子。是，我邀请你来饮茶，不过是看在殿下的份上，想化干戈为玉帛。可是你呢？竟然趁机轻贱我，简直无耻至极！不好好教训你这种登徒子，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？你血口喷人！乐娘子的手都烫红了，怎么可能故意诬陷？苦肉计，这是苦肉计！住口！殿下，你难道真的相信他吗？够了，韵儿向来都是很高傲的，她不会拿这种手段来诬陷别人。来，齐恒，你最近越来越言行放纵了啊！我给母妃面子，对你已经很容忍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
你这一回真的逾越了。殿下，给韵儿道歉。我告诉你，韵儿是我们康王府的女主人，无论是真的出言调戏，还是以前的处处针对，你已经冒犯了她的底线，所以你必须向她道歉，否则从今以后不要踏进康王府一步。殿下，七郎君身娇肉贵，是一等一的高贵人，还是不勉强？道歉啊。对不起。对不起这句话我可受不起，现在你知道被人冤枉的滋味了吧？你日日派人跟踪，笃定我是细作，今日所作所为只不过是想让你知道什么叫做蒙冤受屈，气愤难平。殿下你瞧，他明明是诬陷我，根本就没有亲见他，这全都是他在污蔑我。那跟踪呢？我不是细作，却被人当作是细作。七郎君不是流氓，却被冤枉成流氓，尝到被人怀疑的屈辱，才能真正体会我的心情。瞧你那气得发抖的样子，更应该知道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从今往后，希望你别再跟着我了，否则下一回，殿下也保不住你。殿下，月儿告退。去吧。殿下，你笑什么？明明是你，老跟着人家，怎么能怪他反咬你一口呢？以后不要得罪那些小心眼的女人，要不然她下次动手的时候，你就真的断子绝孙了。殿下，好了，既然我让她留在我自己的身边，就不会疑神疑鬼的。你啊，不要枉做小人了。可是你把一个像狐狸一样狡猾的女人留在康王府，以后一定是个祸患。王妃，别跑那么快啊！小心点啊，别再跟着我了。我来接你，走吧。清月，这次奉佛大典你就不用跟了。啊，可是有我在呢，走吧。还不走啊？傻丫头，没听见殿下说吗？陪着呢，走。主子，你说殿下有没有觉得我今天很漂亮呢？这套礼服是为典礼而准备的，那时候我就想我一定可以穿着它，然后走在殿下的身边，只是没想到。好看吗？简直美极了。雪云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那，你的胳膊是好是坏？我担心你，过来看看。雪云胳膊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用殿下担心了。这么晚了，怎么穿成这样？殿下，你忘了，明天是奉佛典礼，这是我定制的礼服，怎么样，好看吗？雪云，对不起。典礼你不能去了。为什么？太后懿旨，只能王妃去，你无法参加。雪云，对不起。
殿下，我为了准备这个典礼，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功夫吗？我就是想站在你身边啊。雪云，那只是一个典礼，你又何必如此？我不是想争夺什么，只要能站在你们身后，哪怕只是一个角落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让我去吧，我求求你了。雪云，那是皇室的规矩，即便我是摄政王，也没办法改变。殿下，我为了你，甘愿委曲求全的做个侧妃。侧妃，只是一个侧妃啊，那只是一个身份卑微的妾，就连闺中的密友也偷偷的耻笑我，说我嫁给了一个给不了我正妻名分的男人啊。可是我不后悔，只要能陪在你身边，雪云什么都可以忍受啊。我只要这一个机会，我想让他们知道雪云是属于殿下的，雪云也可以站在阳光下。殿下，让我去吧，殿下。雪云，别哭了。殿下，哪怕雪云恳求你也不行吗？雪云，对不起。主子，我们会。主子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主子，主子，主子，你不要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好不好？主子。愿佛祖保佑大魏永远太平，百姓安乐。是为了替姐俩保婚吗？摄政王妃，该你了。去吧，你要代表刘宋献上对大魏的诚意与缔结魏宋和平关系的决心，这是今年很重要的典礼仪式。去吧。我怎么怯场了？我才没有。所知，我千里迢迢远离故土来到大魏，我的到来是为了缔结魏宋婚盟，停止战争，消弭魏宋的纷争，给百姓带来永久的和平。这次不对啊，不是给他写好词了吗？楚玉不通鲜卑文，他一定是忘词了。来不绝，现编的呀。百姓安居乐业，共同繁荣昌盛。我以大宋公主的身份来到大魏，行使大魏摄政王妃的职责，请佛祖庇佑，让魏宋社稷如一，情谊绵长。
跟我走。来人，来人救火，救火呀，来人，这是火族的象征，快来人呐。陛下，这是上天的示警啊，非但三盏天灯突然起火，就连礼器已俱被焚烧，奉佛典礼上从未发生过此等事，这是上天的怒火，是佛祖颁下的惩罚。怎么会这样？陛下，是摄政王妃，也就是这位刘宋的公主，她的祈祷根本不成，惹恼了上天，才会降下灾祸。大祭师，你一定搞错了，楚玉是诚心诚意为魏宋和平祈福，又怎么会惹怒上天？摄政王，大祭师占卜祈福三十年，从来都没有错过一回。你别忘了，陛下祈福的时候都好好的，怎么轮到刘宋公主就出岔子了呢？到底是惹怒了上天，还是有人恶意安排，应当好好调查。你为了偏袒摄政王妃，简直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啊！奉佛典礼是多么重要的仪式，从前三盏天灯有一盏未曾点燃，先祖想要息事宁人，结果当年便有华州洪水、雍州瘟疫，引得民怨沸腾，叛乱迭起。如今祭坛被烧毁，你既然如此轻描淡写，是怕连累到你自己吗？我按照规矩来祈福，哪来的天谴？突然走水只是意外，我又没有故意放火。陛下，请恕楚玉心急失言，臣只希望给我时间，给我机会去调查此事。调查？此事属实。你是怀疑大祭司在撒谎呢，还是怀疑上天旨意有误呢？你不要辩解。陛下，安州传来急报，说是昨夜遭到宋军袭击，423口男丁屠戮殆尽，行凶者正是全副武装的刘宋士兵。这不可能！刘宋军队怎么会越过疆界行凶？消息确实吗？臣刚才已经反复问过了，大家都众口一词，说行凶的正是刘宋士兵，而且还有一个情况。什么情况？昨夜飞凤将军恰好就在云梦县。霍玄，军部奏称，飞凤将军为了解救妇孺，被敌人俘虏了，现在生死不知。怎么会这样？大宋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攻击啊！陛下，你忘了吗？以前就有人炮制大宋使臣杀人案，甚至多方挑拨魏宋关系，这一次怎这不是故技重施啊？陛下，刚才那奏报里说了，说我军已有人认出那领头的将军正是刘宋皇上宠信的司马军。大家都听见了吗？这不是什么挑拨离间，是明火执仗，强盗行径。摄政王妃，你如何解释司马军的行为呢？刘宋的皇上没有下旨，区区一个将领敢袭击大魏边境，这不是撕毁盟约，是挑起战争。陛下，这个刘宋公主在典礼上说的冠冕堂皇，其实全部都是谎言。她的真正身份就是刘宋的细作，她来大魏的真正目的就是迷惑摄政王，探听消息。难怪上天会被激怒，祭坛会走水，这是上天对大魏的警告。为了无辜枉死的百姓，为了大魏的兴隆昌盛，此女绝不能留。陛下，事发突然，好好调查清楚。太后娘娘，这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难道非要等到刘宋的军队杀到平城，你才能看清他的真面目吗？难道你们要逼迫陛下立刻下旨吗？这不是逼迫，这是天意啊。陛下，不能再迟疑了。众口一词，分明就是早有准备。陛下，大祭师德高望重，又是神的使者，要不我们听听他的意见。大祭师，你意下如何？
佛祖雷霆震怒，唯用鲜血平息，这是谁都无法改变的天道。如今只有用这位刘宋公主的头为大魏无辜枉死的百姓献祭，才能彻底平息上天的怒火。陛下，事情还没有水落石出，不能贸然杀了刘宋公主，否则后果根本无法挽回。摄政王，飞凤将军对大魏忠心无限，如今落得生死不明，你在这个时候袒护幕后黑手，霍家军肯定会起暴动，你就为了一个刘宋的细作准备承受兵祸之罪吗？陛下，请您尽快下旨。陛下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万万不能轻举妄动。陛下，此事复杂，务必三思。好了，天意不可违，刘宋倒行逆施，犯了众怒，虽然朕深感心痛，却无可奈何。刘宋公主先行押入廷尉，十日之后当众处斩。陛下，廷尉摄政王来去自如啊，他这样为摄政王妃辩解，到底是夫妻情深呢？为了避嫌，将摄政王妃不对，将刘宋公主押入神殿，交给大祭师处理，十日之后我们在这个祭坛上当众行刑。就这么办。别碰我，我自己会走。不如多怀念，江南烟雨昙花一现，都在细雨绵绵。人生若能长相见，如何才能看不厌？去年之是不同的脸，好像再见你一面，诉尽我所有的依恋，在空中画一个圈，祈祷这爱能永恒不变，好像泪眼。